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裤子。今天要介绍的mod叫做超级工具。可以看到这个mod中添加的东西不多，乍一看以为就是一些强化版的工具，事实上还真就只是一些强化版的工具。话不多说，我这就开始介绍。在装载了这款mod后，就能够在地底下挖到这种五彩斑斓的超级矿。我们把它放在熔炉里烧一烧，就会生成这种超级锭。它能用来合成这种五彩斑斓的超级工具。九个超级锭就能合成这种超级块。在它上下左右分别放一个超级锭，就会变成极限锭。让我看看这极限锭做的稿子究竟有多牛批。看来用它挖黑曜石的效果还是不错的。62的攻击力足以对付大部分原版生物。但今天我拿这款mod出来介绍，可不是因为这些超级工具。我们有8个玻璃加上超级锭，就能合成这种 X 光块。那么这个方块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？我现在就把它随便的往地上一放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我居然能够看到 MC 的地下结构。看来这个方块有着透视能力。我现在做一个实验，在完全密闭的木屋中插上火把，并且放上小猪，然后堵上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内部情况，简直就是偷窥，呸，简直是用在医学上的利器啊！这可比 X 光牛皮多了，大家可千万不要用这玩意偷窥别人的隐私，可以像我这样建一面透视墙。感官上还是挺震撼的。模组中的超级锭还可以加在各种食物上面，使它们变成超级食物，像这个苹果，增加饱食度比普通的多得多，一个更比两个强。好的，那么时间差不多了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下载来试试。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